放说话啊！儿子被摸摸，难道该是死的？同仁啊，执行交通管制勤务啊，那该名男子啊，不服从我们同仁的指挥啊，且情绪非常激动啊，粗言怒骂及动手推我们同仁啊，甚至有攻击其他民众之余啊，那为保护民众安全之余啊，我们同仁啊也当场压制上告这名男子，并带回啊，讯后也依妨碍公务现行犯移送地检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